来给他开这个开箱文，花精灵徽章组，台北国际花卉博览会。哦，这个要139元。哦，139元。那我们现在给他打开来看看，打开。哦，打开，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呢？哦，哇，它是这个耶。嗯，你看，哇，这个来摸一下这里。是。哎呦，这个很尖啊，这个不要玩啊。嗯。嗯，这是花精灵的徽章，这踩到，你踩踩看嘛。不要。这是五个花精灵的徽章。嗯，这是垃圾，我垃圾就是。嗯，这有五个垃圾，五个徽章。哦，那我给他五个都拿起来，这个都很尖呢。这个，哎呦，这如果踩到会怎么样？痛。会痛吗？不会啊。啊，等一下哦，哎呦，哎呦，这都太尖了。嗯。等一下，哎呦。这跟你那个火腿那个尖尖一样，嗯，都在这里嘛。这是垃圾桶，就是战斗垃圾桶。嗯，给它放在这里。好，很可爱耶。可是不可以踩到哦。为什么？因为都太尖了吧。我想不到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哎。嗯，你看好了，猜好了，这五个东西有什么用呢？嗯，有很可爱吗？有。有你可爱吗？嗯，还是火腿比较可爱。火腿比较可爱。火腿比这个可爱哦。对。嗯，那这个可以留着做什么用呢？这是小礼物吗？对。这个是这个小礼物，有谁知道啊？我。你知道，那就送给你吧。啊，还有这个小礼物。嗯。对呀，这都是小礼物耶。小礼物。火。吃完再讲话。啊，里面都是火腿，等一下喷出来。